2022年法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结束了半决赛的争夺，国羽仅存的女单冰娇和混双雅思均顺利击败对手打进决赛，国羽两项争冠，加油胜场和冰娇21-15、21-10，戴资颖正思维黄雅琼21-16、21-16，拉姆斯富斯伊莎贝尔其他协会场次安塞龙21-12、21-8，奈良钢工大格姆克21-18、21-14。李卓耀马林21-14、21-18，山口茜兰季雷迪谢提21-18、21-14，崔帅圭金元昊陈康乐蒂娜21-13、21-17，白河娜李少熙松本马佑永元和可娜21-14、25-23，福岛游记广田采花塔柏林皮克17-21、21-13、21-12，库沙扬托库苏马瓦蒂点评一马林能2-0击败山口茜。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两次伤病复出还能击败 TOP 10选手，身体素质真的强。二乐蒂组合2-0击败韩国新李白组合，职业生涯首次打进高级别赛事决赛，对阵松永组合有机会夺冠。三安塞龙凭借2-0战胜奈良钢工大，再次巩固了当今男单 TOP 1的地位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右下角